看到今天现场来这么多乡亲好朋友，台湾阿玲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大家来到这里支持主流民意大联盟，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希望台湾的明天会更好，中华民国未来更好。民进党完全执政八年，两岸兵凶战危，经济急速衰退，冲上，少年人要去战争，百姓赚无钱，农产品产销失灵，外销金额衰退，咱老百姓只有苦不堪言。但更多的是，大家怒不敢言。台湾阿明在这里要问大家，咱来见证阿小明。还是要散吗？有钱啊，咱来有钱啊，咱来共同的打拼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下架傲慢独裁，甲级各位民进党政府，好不好？